通读《论语圣训》第三册，第266页。最丰满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是低头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懂吗？懂。所以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道理，要静下心来看这一切的万事万物啊，一花一世界，一草一木都有它的天机。你看庭园之草，虽然每天看都一样，可是你长时间比较，久一点没看到它是不是长高了、长快了、长大了，那你体悟到了什么？都在变，人也在变，所以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。你不要认定一个人就认定到死，人家已经在变了，慢慢的在成长了。就像庭园之草，你不能揠苗助长，要给人家时间慢慢成长。所以不要认定人家，把人家定位在那里了，永远他都是这个样子，那你就没有给他机会改过自新。所以给别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，万一哪一天你犯错了，人家给你定位的时候，那个苦啊真不是滋味，就怕自己遗臭万年。可是你怎么都不会想想别人也是怕遗臭万年呢？将心比心，其实你们只要将心比心，一定可以替人设想，一定可以发挥。你给别人定位，也给自己定位，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。你怎么对人家，人家也是怎么对你，搞不好别人看你更不如。